1945年5月9日，德国正式投降，标志着二战欧洲战场结束。二战结束后，美苏两国都拼命地搜集德国的火箭资料和导弹专家运回本国。下面这些就是当年美国运走的图纸的一部分。至于这是什么图纸，看最后一张图 ,707B 的弹簧装置 ,707B 的喷射器安装之下 ,707B 的推出装置的杠杆吸 ,07B 的弹出装置的压缩弹簧容器第一部分，气缸第二部分，管道第三编号 ,707B 插座到顶出装置编号 ,707B 的弹簧装置插座到顶出装置弹出装置的压缩弹簧舵轴装配图排出器。